关心帝君，关心帝君，今仔是七月七，甲你拜拜。啊，水兄啊，要接我这个位，啊来经营。啊，水兄啊，顺手会当来经营。啊，这个阮啊，就是一代接过一代，予伊拢总了解。这无奈的情形，啊，关心帝君啊，保庇，还无奈继续经营，还无奈真好的收入啊，关心帝君保庇，再保庇，一直讲，再一直讲，三一直讲。多谢，好啊，水嘛。那吃，我吃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雨伞，雨伞，雨伞。谢谢，谢谢雨伞。好，我们这个鱼温呢，叫大山鱼鱼温啊，它也叫大山鱼，它是个五边形的形状，就像我们打棒球的时候呢，那个本垒板一样，五个边啊。其实呢，它保持五个边呢，其实不简单的事情哦，它到现在有八十几年历史，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。啊，换那来啊，来，跟下面换那来。换那，这个打招呼，换那边工作厉害一点。换那，换那，换那。可以渡过去啊，对，对吧？来，小叔来拜拜一下，来。啊，来来来，我们两个。海水的水门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一个是在这里，东西口，西出入口西门，一个是北，一个北的进出口，一个西的进出口。我们最重要是我们有这个条件。他投三分球，他们那个科瑞的，他投三分球，哎，他投到了，都勾下，他投到了，都勾下，那后卫啊，都勾，科瑞投的，都勾下。来，你开，你开门，我。对呀，对对。来。你进来。好。来来来来。
样描述。这个是开水嘛？开水门。现在大概应该是几点？现在还没有涨潮了。开水门，水门就进了，水就进了。现在没有涨潮了，现在因为那个今天是农历初一嘛，所以那个十二点才涨潮。十二点是涨潮最高点，11点。11点涨潮，现在是大概8点的时候才刚开始。在之前啊，我这祖父啊在日本只在开个旅游呢。到民国52年之后，其实都是亏钱的，哦，都一直亏钱，一直亏钱啊。那在民国50年之后呢，啊，陈炳的儿子叫陈国才啊，他就来到我们这个旅游啊，开始来经营这个旅游啊。这陈国才很厉害，他来了隔年呢，就让这个旅游赚钱啊。那这个陈国才呢，他们总共在这个旅游呢，他做了47年，哦，他经营了47年。他到了民国99年的时候呢，啊，陈国才啊，这个生病了，就没办法去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啊，我才来参与啊，这个时候我已经53岁，就发觉到很大的问题啊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接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已经开始养文蛤，养了10年左右啊。那前几年在养的时候相当不错，但是养到差不多8、9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，那文蛤，啊，无缘无故啊，就一大片的死掉，哦，那种死亡方式就是翘一个脚，哦，我们叫脚杆，哦，那后来我才发觉那个叫硫化氢中毒，哦，所以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很苦恼，就是哇，怎么死的那么厉害？但是呢，啊，就是慢慢去找资料，就说哦，原来哦，这个硫化氢有个很好的解决方式，哦，就是利用那个光合菌啊，哦，再去解决啊。哦，所以呢，我就从那个时候啊，去认识到怎么去使用啊微生物啊益生菌来做养殖啊，所以我们的这些养殖的成果是不错的。
我告诉你，先无差啦，你是要人诶？免啦，对吧？无必要啦，无必要啦，要加啦，还要送退去啊！要搁有台下卡，等我，要搁台下卡，能够台下卡啦。餐厅里的主菜龟是一代里面大家都会非常高兴，年轻的小伙子吃那个，女朋友吃这个文蛤，他们是认为是最好的餐点，又吃不饱又鲜又美，所以文蛤的经济价值很高，随着生活品质的改善，随着大家知道享受，年轻一辈的吃文蛤超过老人，超过很多，都是年轻一辈的事。年轻一辈的小孩子更粗，小孩子那个出那个文蛤的，那个比例，现在愈来愈多，小孩子就会吃。文革就八月中秋，八月中秋我们一定要提供市场有很肥很大很好看的中秋节。